啤酒瓶31听，咱们第一批啤酒瓶已经卸车到位啊，现在第一批啤酒瓶是2000个，这些数量远远不够啊，咱们还得需要5个这些才能够，至少得10000个啤酒瓶啊。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个啤酒瓶是最适合当建筑材料的材料之一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啤酒瓶啊，第一它耐受强度抗压强度比较高，因为它是圆的。第二呢，它是一个中空的啊，中空的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中间的空气可以形成类似于空心砖的效果，冬暖夏凉啊，只要把这瓶口堵住封住就可以了。第三呢，它重量比较轻啊，重量比较轻，平均每一个啤酒瓶呢，大概重量是砖头的1/5，而且价格也差不多是砖头的1/5啊，价格便宜，重量轻，然后那个还是中空的一个效果。但是这玩意儿就怕这个熊孩子拿弹弓打呀，这一打瓶底儿就破了，就完蛋了啊！只要没有熊孩子拿弹弓的话，这个啤酒瓶做建筑材料还是非常好的。我的速度会非常快，这边有工人师傅帮咱们干啊，速度会非常快，每天更新，帮忙戳戳屏幕点亮一个小爱心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每一个能帮我点亮小红心的兄弟们。